好，跟住到下一套啦。下一套作品呢，就係、是、我睇完之後呢，我係極度有衝動呢，係即係追返曬漫畫嘅進度嘅。喂，佢劇情上係吸引到你想知道將來發生咩事先，你想偷睇劇本即刻會想。或者應該咁講啦，佢個劇情係緊湊啦，可以話係佢冇即係冇中間冇一啲喘息位，其實佢做得幾好呢，就係同埋就係、是、至少而家動畫裏面每一集呢，佢停嘅位置呢，我覺得係做得好，就係、是、俾我想知道就係下一集究竟會講啲乜嘢。即係你會擔心佢下一集會發生啲咩大事，你會 feel 到咗好似好危機逼近，你會感覺到嘅會係。係啦，咁我哋跟住要講嗰套呢，就係、是、只有我不存在的城市。嗯，係啦，咁呢套作品就漫畫嘅改編啦。咁漫畫其實就係攞過呢一啲，攞過就係最受歡迎套漫畫呢，2014年嘅係。係啦，不過佢套作品好似係2012年就開始就連載嘅。嗯，系啦，咁啊呢套作品又主要就係講啊主角阿吳啦，就有一個叫再上映嘅能力啦。簡單而嗰個能力呢，其實嗱，其實我都未好清楚究竟佢係回到過去啊，定還是係佢係預知咗將來。應該回到過去嘅，即係佢動畫就 cut 咗個地方啦，但其實佢慢慢做到嘅。如果佢見到一件事嗱，佢喂周邊發生啲特別嘅問題或者意外或者唔好嘅嘢咧，佢會即刻倒流翻某個時間點之前，佢會試圖解決呢樣嘢。如果解決唔到，會再倒流翻過去嘅。咁動畫就 cut 咗一次啦，邊有得會有得一次嘅就係、是。應該我咁講啦，我覺得動畫叫做冇好清楚咁樣，好似、因為有買有睇個原作啦。我開頭就係開頭，就追翻開頭少少係。係啦，咁所以就話佢喺動畫裏邊亦都冇好清楚解釋過。阿吳呢個能力究竟係實際上係點樣嘅？其實係，因為佢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主角佢都唔知佢能力係點樣嘅，係佢都唔清楚。其實佢都可能咁話發生咁嘅事，咁我盡量試下解決周圍嘅問題啦，會係咁樣就會係。咁阿吳本身就係一個努力嘗試想獲得連載嘅漫畫家啦。今季好多個主角都係咁，好想畫漫畫但出動唔到嘅人。爆漫啫嘛，爆漫嘅原理啫嘛，得個1% 嘅啫嘛，咪0.1% 嘅啫嘛，得個。打工啦叫佢。係啦，咁佢就跟住就其實佢係喺一間披薩店度打工啦，維持自己嘅生計㗎啦。咁啊，佢呢個嘅能力其實嗱，應該頭嗰集咧，開頭嗰一節咧，其實主要都係介紹就係阿吳呢個角色係一個咩嘅人。嗯，同埋就係佢有呢一個再上映嘅能力。嗯，咁啊，開頭你話呢個位其實係佢都，我覺得叫做花咗幾多時間去鋪陳嘅，其實幾大膽嘅喺而家嘅動畫嚟講。佢漫畫仲犀利，我漫畫睇咗好耐先睇到佢而家追翻動畫第一集嘅內容係，佢都幾長，佢前面係好長嘅，係動畫已經叫 cut 快咗係。即係第一集裏面其實最主要就係講就係佢媽媽被殺開始，跟住佢就突然之間就翻咗去佢小學嘅時候。嘅故事嚟嘅，咁呢個位其實咧，因為頭先阿有米都講到啦，就話呢個就好似係回到過去咁樣啦，因為佢嗰個能力其實咧喺第一集裏面咧，雖然佢好少去解釋，其實係咁，其實只能夠猜到就係咩咧？佢呢個能力係當佢發生咗啲唔好嘅事，唔知點樣定義唔好嘅事嘅，其實我都唔知道。總之就係發現咗啲唔好嘅事嘅話，佢就會突然之間回帶。因為如果用你個講法呢，佢真係話佢小學五歲發夢，夢到自己 end 咗唔知廿幾三十歲之後嘅未來世界，做咗啲咩事情翻過嚟起翻身。哦，原來將來媽媽會死嘅，即係如果你嘅理論就係咁啦，就會係。應該話係唔知點解佢會咁樣咯。其實係因為而家其實我話你第一集裏面我見到嘅其實佢因為冇好清楚咁去解釋呢件事啦，我都只可以咁講就係話，所以唔知道點解佢呢個能力會咁樣發動之後就，因為之前佢講係一至五分鐘嘅啫嘛，佢而家今次係回帶十幾廿年喎，佢連佢自己坐咩位介位咩都唔知。喂，好笑，1980係我 check 過，真係無面出 back 嘅時候係啱做緊嘅係，佢啱講過係。係啦，咁即係呢個故事去到呢個位就突然之間幾有趣。其實呢，我覺得有趣嘅地方係在於就係咩呢，你可能其實每個可能聽眾都會話，你會記得你小學發生過啲乜嘢，但係真係叫你記返你小學你坐邊個位，你真係未必記得。唔係，所以講另一個問題就會係你跳，可能跳返五分鐘之前冇問題嘅，你改變咗某個事，可能救個細路仔 OK， 但係跳返小學嘅時候呢，你如果救咗嘅人又會影響將來廿幾年嘅世界會係，即係唔會發生啲咩事，即係蝴蝶效應呢啲係，即係可能到主角會點樣改變，或者可能做嗰啲咩引發啲新嘅影響呢，即係有個緊張感嘅會係。或者咁講呢，就係其實呢一件事，因為之前佢再上映嗰個能力就係咩呢，佢係阻止一個關，喺一個關鍵點度阻止一件唔好嘅事發生。咁、就係話如果佢要倒帶到咁耐，即係個關鍵點就係喺佢小學嘅時候。已經仲有個印例喺度。係啦，呢個就係故事嘅展開啦，呢、這個就係、是。咁啊，故事裏面就係其實咩呢，一個8歲定9歲嘅僆仔，
就載住一個廿幾歲人嘅知識同埋佢嘅演變出嚟嘅性格。準魔法師嘅啫，唔緊要，應該有人嚟教我相信佢。咁所以睇落去其實個故事幾得意嘅，即係你要扮一個九歲、八九歲嘅小學生、去，但係你又要去咩咧？憑八九歲小學生呢個身份去解決某啲事情。似未來戰士加柯南咯。阿麻之上一季嗰套翻到過去。Sherlock 係啊。我放心，呢、這個世界冇你一個，應該冇一個小男仔嘛。哼，你唔好翻到過去啊！我知道你做乜㗎係，係咪咁咧？可能有。即係真係好想都，我好想我 feel 你將來翻到嚟啦。話其實我都有呢個能力。屌，又嚟啦！咁跟住，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呢套我知道係咩㗎啦。如果咁樣發展，我講笑啫。All is you die， 即係都幾哦。有兩部主機嘅話，就一定要其中一個死咗先。即係點都阿媽嚟都會死，係咪？主點都架主角都會死，即係主角女朋友都會死，係咪咁咧？唔知啊，但係當然呢個講笑啫。個故事裏面其實就阿吳呢個角色就係而家佢第一個關鍵點就係佢要救阿家代呢一個嘅、第一個受害者係。其實佢唔知道有冇關係嘅，其實佢係唔知道。應該話佢亦都未知道，就係話究竟有啲乜嘢事係會影響到佢可以救翻佢媽媽呢一件事發生嘅。其實佢叫做咩咧？喺佢而家呢個時間點裏面，佢記憶中裏面就發生個最大嘅事件，就係家代嘅死亡。嗯，同埋佢阿勇氣哥俾人屈咗，佢應該知係俾人屈嘅，俾人冤枉咗兇手係。係啦，咁其實所以呢一個位就係、關鍵點、就係阿吳呢個主角究竟佢點樣可以拯救到家代？唔係佢個氣氛都好嘅，基本上佢身邊所有人都係好可以嘅，係即係有個氣氛特別。係啊，我覺得呢件事係真係做得幾好嘅。佢即係每個角色咧，你見到就係咧，就算小學生或啲小學生真係好鬼恐怖，真係發覺即係個個老實講話，突然之間拎把刀出嚟插你一刀嘅，我都覺得唔出奇㗎。點解講到咁難理解嘅？唔係真係㗎，你見到氣氛咧做到咧，全個班級咧冇一個信得過嘅，真係我覺得係。唔係應該每個角色好似心即係都有啲嘢收埋咗、而呢件事依收埋咗啲嘢咧，係好似係好會直接影響到家代嘅死亡。呢、這個其實唔係好似當年寒蟬嗰種感覺咯，有啲似㗎。即係明明係僆仔，但係唔知點解好似好奇怪咧，你覺得不寒而栗咁樣咯。即係可能你唔拆呢個僆仔嘅支線嘅故事嘅話，家代都係會死，最後都係我唔知啦，可能係咁。我明白啦，佢已經中咗 level 5啦嘛。点啊？跟住拗条颈，啊，跟住交啊，又杀我噶嘛？咁呢个故事都系呢个位嘅展开，就系、其实阿吴要应对就系咩咧？佢其实要凭住佢嘅回忆里边，佢当年佢究竟点样做咗啲乜嘢嘅反应？即系好似其实打个譬如嘅就系第三集里边嘅，佢同一个人玩呢个溜冰，本身佢系可以赢嘅。但係跟住最後佢就叫咩咧？因為嗰個人就係咩啊？咁你溜冰部噶嘛？咁我贏咗你，你咪好冇面咁啊？廢鬼事啦！咁啊流利咁啊！呢啲嘢即係佢要係咩咧？佢好似係要將佢過往做嘅嘢咧反其道而行。唔係佢本身過都係輸一次嘅，都係過去都係輸一次。即係所以其實佢嗰下記得啊，係我當年我都係咁樣讓佢嘅。即係其實佢係而家阿吳嗰個思考嘅邏輯就係話咩咧？我要做我當年唔做嘅嘢，我就要做翻曬佢。即係好似佢揾阿家代搭散又好啊，去點樣幫其他人啊？呢啲嘢佢就全部做齊曬佢。咁啊，試圖就係咩咧？憑住呢啲微細嘅改變引起蝴蝶嘅效應，咁就可以扭轉呢個未來啦。但冇用㗎，你揾到兇手，今次唔係死家代啫，死得個都得㗎，可以係。但係我有個問題喎，你佢會唔會頭先我講到話佢好似未來戰士咁㗎嘛 ，Terminator 咁樣㗎嘛？咁但係佢嗰啲係。哦、你知道，因為佢哋佢時光機會跳翻翻去噶嘛，佢好明確知道嗰邊件事改變咗決定有咩影響。咁但係呢個主角可唔可以知道？即係你全部由交叉變成全部係 tick， 未必一定係做到你想要嘅效果噶嘛。佢其實唔知道嘅喎，我見佢嗰個就係咩？因為佢已經係咩代，佢喺入咗嗰個世界裏邊，其實佢唔知道就係話究竟我做咗呢件事之後會產生嗰樣嘢，其實係啱定錯嘅。其實佢係佢而家都係叫做係一個靠估叫做咩咧？佢力能所及可以做到嘅嘢裏面，佢就做嗰個行為出嚟。因為報道就知有三個死咗，咁可能有啲唔知嘅都死埋，佢唔知咧係，因為佢始終係細路都係細個記憶唔齊全。或者咁講啦，其他嘅細路嘅死可能同佢阿媽冇關係咧。唔係，其實呢啲咧重新累，即係你帶住二十幾歲嘅記憶去翻九歲嘅時候，你當年做嘅行為。你只要唔重複做一次咧，其實就唔會導致，即係可能會改變到家代嘅死亡嘅啫。係啦，佢而家佢亦都係用住呢一個嘅邏輯去行動。咁而每一幕就係話佢慢慢就係同家代完全冇交接，
到有交接，同埋就係咩呢，已經係好似係溝女咁樣㗎啦，已經係即係呢個一個只有神知道嘅一個29歲嘅男人，佢係個八九歲嘅靚妹，就係當年後悔我冇溝到，我今次去返九歲我一定要做返呢樣嘢。喂，你講開你講開又講呢披薩店個打工女仔呢都可以嘅，真係青少年保護法啊，唔係你見到㗎，一個嘢實如果佢呢嘢倒打返去小學嘅時候，披薩店個女仔唔需要講個描寫嘅，其實一個配角嚟講，佢啲戲份太多啦。唔係，其實佢知道即係家代死呢樣嘢，已經係即係你去翻嗰度，你其實見住每一個人都好似同件事有關係咁，其實已經俾到嗰個感覺你啦嘛。唔係，你咪好似帶領機咁打工戰士咯、啊。你樓下個車房啊，乜嘢都好，全部都有關係。隔咗個房都係特工嚟嘅，我聽。點啊？係咁咧？係啊，所以其實而家就其實叫做阿吳，因為阿吳作為一個小學生咧，其實。佢又唔同 Charlotte 咁樣，嗰條友真係有特殊能力，自己特殊能力已經係只係咩呢，令到佢返到過去，佢依然係一個無力嘅小學生。佢其實佢嘅特殊能力其實佢已經有喺度，就係話佢有20歲前嘅能力囉，或者知識囉。得知識冇能力，能力會繼承嘅，佢係四個生嘅身體嚟嘅。咁唔清楚呢樣嘢，去到而家都冇解說啦。即係你唔好話俾你，佢因為佢踩冰點解咁勁，就係因為你同個九歲嘅靚仔踩冰，你都輸。唔係，你可能九歲嘅時候成績好差㗎嘛，你二十歲嘅身份考試嘅時候，嘩，可能受到眾人嘅目光。你成績好我正常，因為廿九歲嘅記憶返嚟，但你肉體都係一個九歲八九歲嘅仔，你唔會突然勁咗好多㗎，應該係囉。咁其實而家叫做咩啦，喺阿吳身邊嘅就話頭先都咁樣，最有趣嘅地方就係話每一個角色都係有啲嘢，其實呢個我覺得係幾難寫嘅，因為好多時寫、你咁樣寫就會穿嘅，其實件事係即至少到現時為止，其實我都仲未叫做話好認真，即係好猜度到話究竟係邊一個令到係呢件事嘅誘發呢件事嘅主導嘅角色，即係我唔好話一定係兇手啦，因為我而家都未知道究竟兇手究竟係佢係阿吳識嘅人啦，定係唔識嘅人？應該話邊啲角色同件事有關係咯？甚至可能佢阿媽虐待死咗之後，我賴兇手得㗎，可以係，即係可能啲死嘅三死入面冇關係得㗎，可以。你甚至嗱，我吹水嘅咋？甚至其實原來阿吳個阿媽就係兇手嚟嘅，都唔出奇啊！都可以㗎，係咪先？佢可以咁寫。即係跟住話，就係因為咁樣，跟住因為佢阿媽叫翻嚟內疚自殺，原來係哦，唔係或者係俾當年有關係嘅人殺翻轉頭咁都可以啊，復仇咁樣。係啦，只要跟住拉咗佢阿媽坐監，咁就冇人會復仇到啦。咁你講笑嘢呢頭，跟住之後佢抉擇啦，其實都係猜測啫，嘥機諗咗抉擇，擁阿媽去坐監定家代死咧？兩個世界線嘅 AB 世界線一個，係啦，你要女定要阿媽，要親情定愛情啊？我哋估曬睇出劇本都幾搞笑啫，呢啲就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套嘢其實幾值得聽眾你話，如果聽咗我哋之後，其實話幾值得大家去即係、就是、留意呢套作品，我覺得係真係幾好睇嘅，其實係係啦。咁我哋呢套介紹喺度，咁我哋去下一套。